件代志，我要问个清楚。少峰甲雪莉因两个是有暧昧关系。少峰佮即马伫遐内底呢，可能是你参详代志。伫遐房间内底参详代志。你今仔甲话讲个清楚。少峰哥，好出来！你哪会识少峰囝？就因为啊，我甲伊后壁个丈人爸一做生意，是讲要帮恁老乡哦，当然空道开心者。太爽！昨天还叫我们俩找我兄妹，都把天卡挡着，就没办法，他就没见过来。所以我今天就不是抓了安文志祥，你就对他没法度啊。这件代志，我要问个清楚。少峰跟雪莉，因两个是不是有暧昧关系？少峰佮今麦伫遐内底呢，可能是你参详代志。伫遐房间内底参详代志。你今仔甲话讲个清楚。少峰哥，好出来！你哪会识少峰囝？就因为啊。甲伊后壁来丈人爸一做生意，是讲要帮恁老乡哦，当然空道开心者。太爽！你昨天还叫我们俩找我兄妹，都把天卡挡着，就没办法，他就没见过来。所以我今天就不是抓了安文志祥，你就对他没法度啊。雪莉跟少峰在头下暗去，叫我看到。拜托你，绝对唔通让夸张出呀！俺若无夸张的，会对阮大哥失去信心的。志祥，爸，雪莉。因为我是无病，你干死我！少峰，原来都是你的病康吼。我早就跟你讲过，王家的代志你莫插我。是安怎我安怎讲，你都是唔肯听咧。亚芳伊爸爸今麦什么官下掉，你敢无看到？你敢一定要母家跟伊同款，你才甘愿？敢讲我今日当目睭紧紧，继续看，继续威吓我身边的人，我做啥物拢无法度做。讲你无少谈业界的物件，你是要骗啥？你莫老嘴烂！我即摆马上是狗，我讲恁母仔囝拢是狗，恁妈若是要入业界讲嘛，等后世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